传统杨氏十三式行宫架是本门的练功行架套路，我们用此行宫架来欢迎各位嘉宾的莅临，表达我们是太极一家亲，有缘来相聚。杨氏太极拳的十三式行宫架是一个基于太极之理的拳术入门套路，用于贯情之体，以武艺的动作为表现形式，特点是从拳法拳式中去体现红、鱼、紫、暗、彩、烈、肿、靠、进、退、步、探、定这十三式法，而且在整个运拳的过程中，即是在行宫，重在宫架，因此称为十三式行宫架。十三式行宫架是属于传统杨氏太极拳体用兼备的练功架，专对太极拳内在功法及劲法的训练，同时具有健身强体的效果。本功法是杨当头宗师传之门人，由再传弟子传承。现在场上所表演的是许慧真师父的门下弟子为各位嘉宾演练传统十三式行宫架中的一小段。此宫架为河北省传统杨氏太极拳研究院院长郝宏伟大师所传授，由郝大师的台湾弟子许慧真师父所教授。邀请您花五分钟时间与我们一同用心欣赏，细细品味拳架中所蕴含的太极美学。Thank you.
谢本位同学。享有中。